八平湘起因为 Jinan Yao 跟他的好朋友 Justin 去 Sally Myers 的音乐会，可是他想带 Jinan 去音乐会， Bob 也买不到票，因为票很难买。Justin 也不给他的几张票。Bob 很生气，所以他去了电影院看 My Last Heartbreak。他进去电影院的时候买了一碗爆米花。他买爆米花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掉了。他的拿起来手机的时候碰到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她的名字是 Jitan， 她也要看 My Last Heartbreak。 Bob 买完了爆米和 Jitan 一起回到了座位，发现他们坐在一起很高兴。 Bob 和 Jitan 看完了电影的时候回到了电影院外面。 Bob 很喜欢 Jitan， 所以他问 Jitan 他可不可以当他的女朋友。 Jitan 说可以，因为 Bob 很可爱。 Bob 太高兴了。 Bob 想请 Jitan 去音乐会，可是他没有 Sally Myers 演唱会的票。 Bob 很伤心，可是 Jitan 有 Sally Myers 音乐会的票，请了 Bob 去演出。 Bob 八点钟到了 Sally Myers 的演唱会，看见了 Jitan 很高兴。 Jitan 也带了他的妹妹，可是他的妹妹是 Jinan。 Jinan 看见 Bob 的时候马上就跑出了演唱会。 Bob说他爱着Jinan，他想让他回来。Jitan特别生气，因为 Bob 喜欢他的妹妹。Jitan也跑出了会场。Bob 自己在会场里哭。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太好看了。我叫 Jitan，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Bob， 你今天晚上要看什么电影？我今天要看 My Last Heartbreak。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太好看了。我叫 Jitan，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Bob， 你今天晚上要看什么电影？我今天要看 My Last Heartbreak。 我今天也要看 My Last Heartbreak。 哇塞，太好了，我要跟我组回到电影是吗？好，我们先买完了爆米花。好的。你坐在哪里？我坐在这个座位，你呢？哇，那太晚了，我坐在你旁边。那个电影太好看了，可是你更好看。你想当我的女朋友吗？我想当你的女朋友。你可爱又好看。你要跟我去 Sally Myers 的音乐会吗？对不起 Jitan，我没有音乐会的票。不，我有两张音乐会的票，你想跟我去吗？耶，好的，我当然想跟你一起。啊，太好了，因为在 Metallica Pop Up八点钟要到，今天晚上见。哇，志腾，你穿的衣服太好看了，我给你洗了一个卡片，也给你买了一束花。谢谢，这是我的妹妹，她的名字是志奈。No， 那是爸。爸很难看，也很矮。Justin 也说爸很烦人，是一个倒霉蛋。我不想见爸，我走了。Jinan， 过来，我很喜欢你。爸，我不爱你，我爱 Justin。爸，你喜欢我的妹妹吗？你太烦人了。我也不喜欢跟你去音乐会了。我输了。
再见。最后几句看，我不知道为什么爸喜欢我，我也不喜欢爸，我们走吧。好的，爸太烦了。你想去买 Britney Spears 的音乐会票吗？我听说他的音乐会是下周。好。